喂，国豪啊，现在跟我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好好，你在哪？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嗯，拜。那个伊娃，我现在呢去福特汽车的那边厂商开会，然后下午的汇报就交给你们了啊。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哇塞，公开到这种地步了。哎，你少八卦了，黄老板不是那种人。哎，现在跟我约，我忙来，都已经这么清楚明白了，你还在那边一直要挺他呢，是。嘘。哎，黄老板来。刚出去啦。去哪里啊？跟客户开会。哪个客户？不知道哎。小鲁，你帮我打个电话给公关部，找那个李国豪。哦，好。婉婷该不会跟国豪出去了吧？如果是这样就糟了。好，谢谢。周老板，李经理刚出去，公关部说他去福特汽车总公司。果然的。我看哪，这下子两个老板又吵不完喽。哎呦，没差啦，他们两个吵归吵，最后还是都会和好的啦。是吗？